你的善良。你怎么来了？门没关呀！你咋不关门呢？你咋不关门啊？你们给我分开！你干啥呢？啊！你们干啥呢？我锻炼身体。啊，对，锻炼身体。一二三四。石达。二二。给我解释清楚。瑶瑶，我给你解释一下，是这个样子的。你哥今天脑子有问题啊！一进我家门就要跟我锻炼身体。锻炼身体？你看，快带他去看看医生，别落下什么后遗症啥的。锻炼身体。嗯，走，快！怎么样？来，回去看看。是啊，你没事了啊？没事了啊？明天再聊，明天再聊啊！快点早点休息啊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来来。不是，没有。我跟你说，你哥不是那样人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们俩啥事都没有。这老师，你肯定啊，你哥啥人你不知道吗？那我也要个解释。滚！让你滚呢？滚！你滚！你咋又那样呢？你别老说那样。赶紧的。干嘛呀？不是你都看到这么多人都堵着你了吗？哥，你还敢走前门？我有啊，我干嘛？不是你现在火了成大侠了，你上去！快点！你现在火了，都成快递侠了啊！快递侠，什么侠？快递侠，又，易经理，哎，经理好。那个，你俩聊，我去开车了。喂，回来！哎呀，经理，你看什么呢？慌张，不用慌张，我就是好好看看你。经理啊，你突然这个样，我有点不适应了。之前没发现，身材不错呀，肌肉很紧实。哎，经理，你喜欢就好，哎，别上手。而且这眉宇之间还有一丝侠义。算发现了，你车祸之后好像还多了一股精英的味道。嗯，经理啊，那我车祸前什么样啊？你想起什么来了？没有，一片空白。啊，不用在意那些细节，你过来，我给你点惊喜。来嘛！往那边凑。我宣布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正式成为我们逆风快递的形象代言。啊？嗯。形象代言。这送我的？嗯。多好。这个我跟你说啊，我是请重金的设计师设计的，看看多好。这是个啥呀？经理，你确定这不是淘宝9.99包邮买的？还有，我身为一个男人，这么重要的位置上印个快字不太好吧？这个裁缝赶时间缝错地儿了，您将就一下。经理，有客人下单，上门取件，但指明要快递侠收快件。
混哪片的？新润区的。哎呀，新润区，那你就跟客人说，快递侠已经为他出发了。好，嗯，拿去吧。经理，那个新润区不是我负责的。你叫你去你就去呗，干啥呀？记住啊，你现在不是啥。不是啥？嗯。那我是谁啊？快递侠。啊？经理啊，这我必须要穿这个吗？喂，我问你哦。这世界上有什么事，是你有自信，但是没有人比你更了解的？这还用说吗？我跟你讲啊，对于了解男人这件事情，我叶美美称第二，就没有人称第一。那好，你帮我个忙。嗯，说吧。色诱十大。哎，我也是醉了。人家都防火、防盗、防监狱，你这可倒好，主动给我送上门来了。我也就是想弄清楚事情的真相而已啊。好吧，那我就帮你试一下吧。反正还没看见哪个男人看到叶美美腿软的呢。嗯。在哪里？什么情况啊？这小子是不是属明秀的？不见了。不对，我怎么觉着咱俩已经暴露了？啊？不会吧？我们可是专业的，
接着照。现在粉丝都这么疯狂，眼神还不好。终于等到你了，我的快递下。你是叶妹妹吧？对啊。我是来说快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你怎么才来？人家等你等的好辛苦啊。托你了吗？哦，我路上堵车，晚到一会儿。你不会投诉我吧？老板会扣我工钱的啊。相信我。我在快递，快递呢？快递下着呢。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你好，这里的快递请接收。收件人是快递侠，收件地址是小李。他好像真发现我们俩了，走吧。先不要打草惊蛇，今天屋里什么动静？嘿嘿，别笑了，还有菜。俺讨厌。其实。你想不想要呢？我不想要，不想要。哦，你要是不要的话，人家会难过的。
喂，有没有听到什么奇怪的声音？哎呀！你说，你说你这么漂亮一姑娘，你怎么能放屁呢？放屁了？啊！太不文雅了！这也不臭啊，关键是。哎，行，你小子够调皮啊！你给我等着，我要好好调教调教你。说了不要打草惊蛇，你是不是故意坏事？干什么呀？换你奴婢也得走。你这风房这么臭怎么办？吃什么了都？路边摊。这女的，哎，要不是为了闺蜜，我叶美美哪会受这种气？孙子，可算让他们爷爷找上你。你他妈谁呀你？谁？我他妈是你爷爷。啊？孙子，你叫谁爷爷呢？我他妈是你爷爷。不是，老子的女人敢碰啊？想不想好了？想不想活了？什么你女人？你是不是有病啊你？我他妈亲眼看着你从他家出来，还他妈狡辩。那个姑娘，误会了，我是刚从他们家出来。但我跟他什么都没干呀，送快递的啊，快！肚子都搞大了，你告诉我什么都没干？你他妈当我白痴啊你！不是，肚子搞大了，这什么肚子搞大了？我进去一共不到十分钟啊，肚子就大了。你俩是合伙讹我钱的吧？讹你钱？你看看你今天有没有事？我他妈今天不弄死你，我他妈跟你下！哥们儿，咱专业点行吗？你带一水果刀出门打劫呀、啊？你回家削苹果吧你！我操！我他妈先弄死你！你俩都成年人，你这怎么了？不是，这事儿不是你想那样啊！告诉你，别他妈想混进去！我他妈前两天知道你去夜总会找过小丽，你俩之前又走在一起，两个月了，怀孕两个月了，我他妈两个月之前还没他妈找着小丽。你说小丽啊？你以为我他妈说的谁？等会儿，你跟小丽什么关系？我跟小丽什么关系？我他妈是她男朋友。我不跟你废话啊，就给你两条路：一，给我拿10万块钱，小丽归你，以后跟我一点关系没有；二，你给我5万，我帮你把这业主打掉。你俩的事儿我也不会说出来。说白了啊，还是想讹钱嘛啊！再说了，
小丽怀孕我根本就不知道，我就算知道，那孩子也不可能是我的。还有，你说你是小丽男朋友这事儿，我也保持怀疑。讹人？对，就他妈是讹钱。圈圈，你兜了几个圈，你却忘了我就在你面前。同样的事，我都一直不敢勇敢走向前。荡秋千，我却荡不过街，我逃不出你的生活圈。过春节之后是情人节，我们仿佛没见几次面。幸福的人不懂我在承受你不想知道的理由，可辛苦的人却懂他的伤口是无法倾诉的借口。只可惜被爱的人不懂我们的路要一起携手才能永久，我只好到处游走不敢回头，要何时才能有尽头，你永远不这世界很酷。